场一纸合约，民航机需无条件礼让军机。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，当时的情况是，两架 F-15 在冲绳那霸基地接受到紧急起飞的命令。那他们在接受到紧急起飞命令，准备要进航，到时候呢，刚刚好在被指派帮美运枪支给游击队，冷战最强机师，造就世界大毒枭。实际上跟麦德林集团达成一个协议，美国政府说好，你麦德林集团把毒品运来这些东西，我可以没关系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当没看到，小的我抓，大的我放过。嗯，但是条件是什么呢？请锁定周日晚间8点，大国武器大观。